好，再来讲解第二题哈。好，这个一样哈，这里，所以这里是平的哈，特别注意一个刻度啊，这有的地方有虚线哦，要特别注意啊。这里是一个两条线嘛哈，这前面两个单位了哈，所以是像这样子啊。后面这有一条虚线，这里有一条虚线，这里没有跟其他线重叠。好，再来，三格嘛，这个在这里，OK，这没有虚线。再来右侧视图，这里一格，这里一格，爬上去一格，可是这里会有一条虚线哦，同学特别注意哦，这里有一条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基本上答案就是像这样子。